据台湾媒体3月20日报道，大陆小模黄蓉身材姣好，拥有傲人的上围，曾自曝与港星陈冠希交往3年，虽然始终遭到男方否认，却也因此受到不少人关注。她经常不吝啬分享性感照，有时候甚至游走在领奖边缘，让许多人捏一把冷汗。2日，她在微博贴出2张诱人照，立刻引起关注。黄蓉2日在微博贴出2张性感照，提到：“喜欢我吗？”她穿着白色贴身超薄小可爱，露出结实的小腹的曲线，下半身也是同样材质超短裤子。照片中她躺在沙发上，将裤子往下拉至耻骨，神秘的三角地带只差一点就可以看到。另一张她则侧躺，挤出相当深的乳沟，性感照晒出后立刻引起关注，许多人鼓励她去拍3级片，认为应该会有很多人想看，但也有不满足的粉丝表示也只能看看而已。看到留言后，他则回应表示谢谢所有人的支持，并给大家一个爱心。